长得特别帅特别穷的和一个长得特别丑特别有钱的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帅的吧。帅的没钱的也可以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可能有梦想。有梦想但有颜值就够了是吧？对。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钱。有梦想吗？没有，有梦想没有钱。可以挣，用颜值来挣。这么着可以出道，可以出道是吗？有钱丑的吧。他选有钱丑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可以拿那个钱整容啊。如果说有一个长得特别帅特别穷，还有一个长得特别丑特别有钱同时追你，你会选择谁呢？我哪个都不选，我会选择既有钱又长得帅的。那假如说只有他们两个呢，你非得选一个呢？那就长得丑有钱的吧。长得帅的穷的特别穷的和长得丑的特别有钱的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长得帅的吧。长得帅的穷的，刚才不说是穷不行，刚才不是说刚才不是说穷的不行吗？现在自己还能养活自己吧。啊，以后也能啊。就是以后想找帅的穷的。以后找那个丑的，然后他有钱的。现在想找帅的穷的。找帅的穷，一直找有钱的。啊，就有钱就行。也不是有钱就行。把麦给他。嗯。行吗？一会儿帅一会儿有钱的。到底最后一遍啊，就是你选择帅有帅的。穷的还是丑的有钱的。不处对象了，不选了。就是假如说给你两个选项啊，有两个人同时追你啊，一个是特别穷特别有钱，特别穷特别有钱，和长得特别帅特别穷的，你会选择哪一种呢？特别穷特别有钱啊。对啊，我说的特别穷特别帅吗？说错了啊。长得特别帅长得特别帅特别穷的和一个长得特别丑特别有钱的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这说白了女生都不能接受穷的似的意思吧？都是穷丑，就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丑也可以呗。丑也可以呗。